先别说爱我，还先别为我。奶奶，姑姑，你们还好吗？没有我，他居然会过得这么好。你们还是最适合。我为什么会有点不开心呢？到现在啊，谁啊？我。你要早餐？谢了。造家画的怎么样了？别提了，现在什么都不会了。哎呀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这思绪啊，跟车祸现场差不多啊。你要没什么建设性意见，别给我添乱了。我只剩两天了，再画不出图纸，做不出样品，我可以丢脸，但是我不能给我师傅丢脸。这不，我这就过来拯救你。快把早餐吃了，吃完我带你出去找灵感。给。不过啊，还有一个。够了。
嘉欣，在这里一定能找到设计灵感，快！这边呢都是一些法国的书籍，还有一些意大利还有匈牙利的一些本土书籍。这样，咱分开找，怎么样？好。你看这个，这个颜色怎么样？对，这样是圆的。分分合合，我们看得已经够多，走过的足迹，早数也数不清。习惯交手，更像是依赖难放手。我眺望着那颗星星。星星让他和我的寂寞相对应，爱能不能一呼唤就来？爱看我们多少能耐。你先别说爱我，还先别为我心动。不管童话什么结果。都该有个深刻的开头。 Hello, hello. What's your name? Nolan. Nolan. Can I take a photo with you? Yeah. Nolan. Nolan. Look here.像是依赖难放手，我眺望着那颗星星，星星让它和我的寂寞相对应。爱能不能一呼唤就来？爱看我们多少能耐。你先别说爱我。
怎么样？这个作品呢，非常有匈牙利的特色，不论从创意上还是工艺上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作品，很精致，很匠气，很油腻。你直接说最后一句不就好了，根本不需要前面那些虚伪的铺垫。王希逸，你就是在故意羞辱我，故意挑我的错。我如果想羞辱你，我至于用我的名声替你力保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不觉得这个作品很匠气吗？我的技术本来就不成熟，你想找大师就去找我师父啊。那是因为我知道你能够做得更好。你到底想我怎么改？你真的想知道啊？Thanks. Kenneth, Charlotte, stay more half wish leverage.陈嘉欣，你真的变了。我们只谈公事。我是在跟你谈公事啊。你的心态虽然变了，但是传承没有变，一直是原来的样子。就算他加了精灵，他也还是原来那个程程。什么意思？看好了啊，这个一看就是米兰的，而这个呢，一看就是巴黎的，这个一看就是西班牙的。你只考虑了这个是欧洲版本的传承，但是忽略了一件事情，传承就是传承，它是来自中国的传承。This batch solicite each bobby at.在我看来，你的产品是想打开欧洲的市场，我只是想提升它的品质，融入当地。美学的传承，欧美有欧美的特点，而中国文化呢，也别具一格。就好比朱红色，单独看这个颜色呢，表现平平，但是把它放在故宫的宫墙上，就显得磅礴大气。所以，主要是看你该怎么用。如果一味迎合别人的东西而失去了本心，那不是本末倒置吗？先吃饭吧。不用。那我先吃了。陈嘉欣，嗯，别塞。
This fresh age perhaps may like to that. 多喝点热水。陈佳欣，我可以理解为你这个是在关心我吗？不能，你的咳嗽影响了我的创作。加油，陈佳欣。吃饱了精神头就上来了。这个珀达贝斯有什么地方可以逛逛吗？逛什么逛啊，设计图已经出来了，赶紧看看，有问题就提。哎，急什么呀，我吃饱了之后呢没有精力思考。你带我去逛逛吧，导游。导游？是啊，远道即是客，你这个地主应该带我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些建筑，这样我们好聊设计。走了。这是链桥，布达佩斯第一座跨越多瑙河的桥。好美的桥啊。听说布达佩斯的年轻人都喜欢在清晨的时候来这里做一件事情。是什么事情啊，导游？情侣或是新婚夫妇在清晨手牵手走过这座桥，就会心意相通，感受到爱情的真谛。那应该有不少感人的故事吧。哎，你在这里住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不少吧，说来听听啊。有个男孩想去对岸参加父亲的葬礼，但是原本的木桥被大雨冲垮了，害得儿子没办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，大家就决定重新建一座桥。你怎么不说说那个男孩终日思念河对岸的女孩，于是在冬季河即将结冰的时候游过来和女孩见面的故事呢？你都知道还问我？我喜欢听你讲爱情故事，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无聊。这里阳光普照，空气清新，怪不得你都不想回上海了。我小的时候还在幻想会有一个像我爸爸还有妈妈的人，在月光皎洁的海面上向我求婚，生一对龙凤胎，我们就是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，有着自己的马车和城堡。嘉欣，你小时候的日记我都还记得。西野，嘉欣，我们之间的回忆是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，只属于我们两个。你还是我思念过的小蜗牛。没想到
你这么幼稚，我早就已经长大了。对我来说，之前那些天真浪漫的回忆，存在的价值不过就是玩笑的素材。没想到你居然少男情怀大爆发，不会是在期待什么吧？我嘉欣，陈嘉欣，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但是我都要跟你说清楚，你不能抹灭一段总，饭也吃了，景点也逛了，该讨论设计图的问题了吧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如果再晚一步的话，你或者你的设计图都要湿了。这下好了，你要陪我去买衣服了。买衣服？刚刚安森给我来微信了，他约了夏之路的总经理，要看你的设计图。你就打算让我这么湿的衣服去吗？48 and his pants width is 33 inches. 你还记得我的尺码吗？你的眼光跟两年前比起来，确实进步不少。该你了。Excuse me. Where's Landy's clothes? It is the next door. Okay, thanks. 我衣服又没湿，干嘛要买新的？对方的情况你也了解，你确定要穿这么休闲去跟他们见面吗？比起那种套装，我觉得这种温柔婉约的洋装会更适合你一点。识出女生就一定要温柔婉约了？我是觉得像你这种有实力的人，不需要靠硬硬的套装来武装自己。
怎么了？你能不能帮我一下？挂好了。转过去。不错。嗯，我帮你拉拉链，你帮我打领带。打领带不是老婆的权利吗？三年没见，你这么没有原则。我的原则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帮我打领带暴打一下，不过分吧？你还是和原来一样，喜欢用一样的手段，不管是原来教训古池，还是现在，都是一样的。走吧，夏之路还等着我们呢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谢总，夏总，你好。哇，宋秋女贝蒂，大梦的科贝刘启，今天的你才称得上是个有品味的陶艺家。喜欢你的设计，就像你一般靓丽动人。这是我的设计，但在您看作品之前，请容我说明一下。希望您对设计的品味不会像您的审美观一样肤浅，因为我从没有打算靠外表的包装来显示我的作品更高级。用作品说话吧。酱油香皂的消费主力群是对生活品质有要求、有消费能力的女性。这次的设计是中国元素和欧洲元素相结合，选用的是匈牙利瓷器作为基底。瓷器精不仅可以节约运输成本，而且会大大提升产品的质感。皂荚的外部设计选用的是琉璃具作为装饰，一来呢是可以很好的融入欧式的装修风格，二来琉璃具的花语是勇气，任何精神乃至品牌的传承都是需要勇气去坚持的。那这个的用意是？
内部呢则采用的是中国元素，选用龙是因为它在中国不仅代表着是高贵祥瑞，而且在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望子成龙，它的意思是父母希望子女在将来有所成就，这不仅仅是一种期许祝福，更是代代传承的象征。这种父母亲情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。有意思。夏总监对你的设计非常满意，我现在对金庸版传承上市更有信心了，谢谢你。那当然了，我说过我对我的作品很有信心。喂，哦，他在，等一下找你的。三年的时间，那个自卑的沈佳欣已经完全不在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，可能睡少了。他刚说什么了？他说他们公司其他的包装改版也想找我谈合作，还问我未来两年的规划。陈佳欣，你真的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陈佳欣了。以前你那么没有自信，不管我怎么说你好你都不相信，但是现在呢，在你面前不自信的人反而是我了。你怎么会不自信呢？曾经一个很需要我的人，现在他不需要我了，而且在他的地盘上他有可能随时把我给卖了，多少会有些不自信吧。我是长大了，又不是学坏了好吗？你也累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，我们再找时间谈后续的执行。我该回上海了，之后的工作会有专人给你对接。哦，也好，反正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总是不和，这样换一个人来谈后续的执行也好，那也省得我们吵架。是啊，那很高兴和你合作，也谢谢你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。别客气，这是你应得的。那再见。再见。陈佳欣，对不起，三年前我不应该。王希逸，我曾经做过你的妻子，
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幸运了。所有美好的回忆都值得我回味一辈子。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已经不恨你了，我爱谁，但也就只是不恨你了。喂，迪伦，怎么样，客户谈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夏之路总监还找我谈其他的合作。是吗？这样挺好的。嗯，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，一会儿再跟你说吧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手机落在我这儿了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啊？发烧了吗？我没事儿。我陪你去医院了。碰我？这跟你没关系，走吧。如果你不愿意去医院的话，我帮你烧壶热水，看你喝完我就走。劝你不要对我这么好，我已经准备要离开了。你这么对我，会让我产生错觉的。
你放心，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陈嘉欣了。你现在对于我来说，只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病人。可是我不保证你在我房间会发生什么。你真的以为我在开玩笑啊？我不怕。那你知道怎么样能让感冒好得快一些吗？就是找一个主动送上门的倒霉蛋，把病毒传染给他。先别说爱我，还先别为我心。想。